Don't just eat whipped cream. I eat it. I love it too. I really like it. I really like the pie crust. Why did you do that, Elsa? Did you just want to eat it? I'll eat a couple. Yeah, try that. You want to try Elsa's pumpkin pie? Yeah. So yummy.It really is better than that. Hello, 大家，我是卷卷。美国的感恩节快到了，今天我要来给大家展示感恩节美国餐桌上最常见的两个甜点 ：pumpkin pie 和 sweet potato pie， 也就是南瓜派和红薯派。好，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做派皮。在我面前准备的这些材料有中筋面粉、黄油、冰水、白糖和盐。这些配方比例是按照一个派皮而准备的，我会把配方比例放在视频的简介下方。我们先把中筋面粉放在一个大的容器里面，加入糖、盐，混合均匀，然后加入我们刚从冰箱取出来的黄油。黄油一定要保证它的温度是冷却的黄油，而不是室温黄油或者是融化的黄油。用双手把黄油揉搓进面粉里面，揉搓大概两分钟左右，我们的面粉会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絮状。开始加入冰水，分次加，大概两汤匙左右。继续揉这个派皮，倒在操作台上，把它按压揉搓成团。好了，我们把派皮压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圆饼状，用保鲜膜把它包起来，放入冰箱冷藏30分钟。因为今天是要做两个派，接下来我要用同样的比例配方再做第二个派皮。派皮从冰箱取出来之后，再放置10分钟，静置5到10分钟。这样子我们在擀派皮的时候，派皮不会太硬，比较好容易操作。在操作台上撒一些面粉，派皮的表面撒一些面粉。因为是9寸的烤盘，所以我们要把派皮擀成大概直径12寸左右。把派皮的一边用擀面杖卷起，轻轻的这样。卷好派皮，然后把它放在烤盘上。这样子的状态呢，不要用手按压，要把派皮从上端拉起向下。如果觉得派皮料太多，我们可以把它裁去一部分。接下来我们可以把边角的派皮往下折叠，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边角是要高出这个烤盘的边缘部分的，因为烤出来之后派皮会回缩。折叠完之后，我们再来折叠一下边角，把它变成比较好看的派皮形状。左手的食指跟中指感觉是要捏住它，然后再用右手的食指往相反的方向按压。那我们的第一个派皮就做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把它放入冷冻室冷冻1小时。第二块派皮的边角，我们来压一个稍微有点不同的形状，同样是用右手的食指跟大拇指，我们只需要用到左手的食指，压成一个比较小的褶皱。第二块派皮也已经做好了，我们要放入冷冻室1小时。我刚刚把这个冷冻好的派皮从冷冻室里面取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派皮现在是很坚挺的一个状态。现在我们要把先前剪好的油纸铺在这个派皮的表面。我准备了一些鹰嘴豆，随便什么豆子都可以，红豆、黑豆或者是烤石，放在这个派皮的表面，把它们放入已经预热好的烤箱之中，华氏425度，摄氏218度，烤15分钟。在烤派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同时来做一下南瓜馅所需要的馅料：3个蛋黄和1个全蛋，1/4杯白糖，1/2杯红糖，1/4茶匙盐，1茶匙的香草精，1茶匙的肉桂粉，1茶匙的南瓜香料。现在加入1罐425克15盎司的南瓜泥，然后又1/2杯炼乳，这样子我们的南瓜派内馅就做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制作红薯派的馅料。我这边已经煮熟了3个中等大小的红薯，你可以用烤的方式或者蒸的方式，总之把红薯煮熟就行。要先把红薯打成红薯泥，
需要两个全蛋和一个鸡蛋黄，四分之三杯红糖，二分之一茶匙的盐，一茶匙的香草精，四分之三茶匙的肉桂粉，四分之一茶匙的肉豆蔻粉，二分之一茶匙的姜粉，最后再加入二分之一杯奶油。拌均匀之后呢，我们的红薯馅料已经做好了。烤箱烤了15分钟之后呢，我们现在把派皮取出，趁热在派皮的底部用叉子叉几下，然后在派皮的表层均匀的刷上蛋清液，这是起到一个隔离派馅跟派皮的作用。因为派馅含的水分比较多，会软化派皮。再把它放回烤箱，华氏375度，摄氏188度，烤10分钟左右。10分钟之后呢，我们的派皮就烤好了，把它放在一旁静置10分钟，就可以倒入我们的派馅。可以用蛋糕裱花托盘这样转一下，给它表面转一个花纹。我将用这个锡纸呢，把派圈的周围给包裹起来，防止它这个顶层的派皮上色过快。现在呢，我将把它们放入烤箱之中，华氏350度，摄氏170度，烤5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50分钟之后，我们的南瓜派和红薯派就烤好了。我的整个厨房都是红薯跟南瓜甜甜的香味。现在呢，我们要让它自然冷却，冷却之后可以直接开吃。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到冰箱冷藏，过一会儿再吃的话，风味会更佳。不要走开，待会儿是我们的试吃时间。Are you guys excited to try? Yeah! In front of Anthony is sweet potato pie. In front of Elsa is pumpkin pie. Try it, guys. Who's going to try? Don't just eat whipped cream. I'm eating. Try the pie. I already did. I really like the pie crust.Why did you do that, Elsa? Did you just want to eat it? I'll eat a couple. Yeah, try that. You want to try Elsa's pumpkin pie? Yeah. Taste it. So yummy. It really is. Better than that. You like pumpkin pie better? Me too. I like pumpkin pie better. So we're gonna have pumpkin pie on Thanksgiving? Yeah.